由元朗體育會及元朗七鄉舉辦的國慶杯七人足球邀請賽頒獎典禮，所有的今次的賽事付出努力的工作人員和義工，正正是你們的辛勤的付出，先令到今次的賽事得以順利舉行，都亦祝願我們祖國繁榮昌盛，謝謝大家。多謝郭主席，同意致送一些紀念狀給這個服務團體。大會裁決吧，代表接受。四十歲組別咧，個季軍咧係有兩名嘅，一同上嚟啦嚇。咁啊，球醉足球隊，星際聯足球隊。咁啊，四十歲嘅組別咧，亞軍咧就榮來朋友嘅。咁啊，依冠軍咧就係、是、平朗嘅，十歲組別嘅冠軍。五十歲嘅組別啦，咁啊好啦，季軍都係有兩名嘅，咁啊順清體育會同埋呢個自強足球會，係。好啦，亞軍係錦田鄉，咁啊嚟到台前，亞軍嘅。冠軍係青山聯啦。最左邊冠軍青山聯，接下來咧就頒發六十組別嘅組別，季軍都係有兩隊嘅，係啦，咁啊分別係環保旅遊足球隊，跟住係爵士足球會，亞軍係下川鄉，冠軍係平山鄉。最嘅組別平山鄉，喂，俾啲掌聲啊！喂，大力啲，六十，喂，俾掌聲。嗱，最後一個組別就係公開組，係啦。咧個季軍都係有兩名嘅，係啦，分別係石獅子足球隊，跟住係福慶村足球隊，亞軍係天寶。冠軍是下川鄉，下川鄉主場啊！即係我哋揀人㗎，繼續拍手。Yeah, 好，賽頒獎典禮，有請元朗區體育會主席沈浩健 BBS 太平紳士為我哋致辭。掌聲。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國慶杯七人足球邀請賽已經圓滿結束了，借這個機會祝願我們祖國繁榮昌盛，祝在座各位身體健康，多謝大家。好，嘉賓拍一張大合照。